什么变异？这个肾上腺素可以啊。引线在燃烧，这把全是抢攻速的，我那说明啥呢？那说明这把指定得有人玩挑战者，所以我们上来直接给他合个冰心，有道理没？这要是给我蹦个虫子就好了，给我蹦个蚂蚱也能凑合用吧。保镖弱点和假人儿，假人儿弱点，假人儿其实好一点，假人儿吧，假人儿。现在我们动吧。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人家不灵。完了，没装备。没装备。没装备，我们升级。上女警可以啊，可以上个女警。怎么不出大虫子呢？不对呀、啊。正常来讲应该出大虫子，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，二打一，肾上腺素这不随便打吗？我自有安排。你姥姥的！经过我的计算，我去。谁也别赢啊！谁也别在我这赢，大虫子快点给我来，赶紧的！我假人，我主要是防钩，因为你变异，你不可能去和那啥呀，你不可能去和水人呢。我就假人，主要就是防个钩，其他的事都无所谓。哎，你这个逼是真烦人。
操你妹呀！我操你妹！我日你妹！哎呀，我法可佑啊！你这个犊子！哎呀，我操了！我是真是法可佑啊！我日你的大棒！我来个大剑，平衡终于一切。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，这个逼。你说你都输一把了，你还要他赢干什么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真讨厌。大虫子来不来？痛快的。野怪抱乌鸦，你可真是个乌鸦嘴！我给他扔了，哎，我给他扔了。抱啊，哎，你抱啊，你抱乌鸦呀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我再扔一个，哎，我扔俩，我整个圣盾。给我赢他，给我赢他，谁过来把他赢了，他奶奶的，为什么不赢？唉，气死我了。哎，好大丁不生啊！火速出击！卡萨丁不生，卡萨丁生了装备也给不了他，不生。我到现在一个虫子没有，咱是不是就要不然就别玩了呢？是不是可以溜了？硬玩儿啊！仗义将会得到胜仗。装备也不行，装备凑合吧，只能说是凑合。在哪儿行动？我就是觉得你是办公的。装备只能用凑合两字来形容。我都不知道咋合现在的装备。我操，炼金打职业。其实我得给我给个装备好了，我给一件装备就赢了，但我不知道咋给呀，我也不知道玩啥呀，他没有虫子啊，他也不来呀，那前期没虫子，那大虫子咋玩啊？
这海克斯咋办呢？哎呀，我头痛啊！名流卡莎，名流卡莎，这血量名流卡莎呀、啊！那万一我刚和名流卡莎装备重着来了咋整？不是，你说是不是有这么个问题？犹豫就会败北，那行吧。我看有挑没啊？哎呦我操！我逆风豆子，逆风豆子，飓风永存。逆风豆子，兄弟们，别名流了，逆风豆子就完事了。春哥先给一个，这首冰心我就也可以给。春哥冰心吧，虚假前线加逆风豆子。没事，虚假前线上来就死，问题不大。你看我选那个变异呀、啊，我就没法玩名流卡莎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是虚假前线挺好，虚假前线防个钩，反正假人上去送没事。我们肯定是得巨象的嘛，所以我们的变异呀、啊，还是这个名流卡莎的逆风斗志，这肯定都是有用，你知道吧？肯定都有用。名流之心，名流之心，我要没用，我三名流能凑，我为啥要它呀？来个大棒子，没有大棒子，操！来个攻速吧。有个大虫子，不拿。大虫子就一个，都没有用，拿了也没用，不要紧。这怎么办？冰心女警，我逆风斗志就体现出来了吗？耗他，我该给他们带点恐惧。小虫子，
哎呀，刚才魔抗虫子不拿，现在又拿虫子，你别墨迹了，你咋那么墨迹呢？我也不想跟你解释，我跟你解释也累，你就看吧，啊，你就看吧，能玩就玩，玩不了就拉倒。我也不想跟你解释，解释的我太累。给点魔抗呗。你想饱受折磨，有无语。什么时候开杀？飓风永存。我们走吧。我会粉碎他。御杀春哥，哎呀，这家伙把这蚂蚱换一下。你在这塔姆还留着不？留个粑吧，把它撇了。这怎么又有一个两星大嘴儿啊？扔了吧，没用，不要。拉个粑粑。人家那维克多都来了，他奶奶的，拉巴拉的这么快，操！圣盾狙呀，还转呢？太就是妈呀！前期变异，中期名流，后期转狙，真牛逼！我是真不知道咋玩了，等两轮吧，等两轮升个级吧。有卡莎吗？真累人呐。什么时候开杀？
回归我们一手老本行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时刻准备，来我这里集合。没钱了。没钱了。要不我们投了下一把得了。别挣扎了，这还挣扎啥呀？赛恩大哥，我决定不上他了，我决定给他换一个。我们把倒数第一给他熬死，我们不好也别让他好啊，谁也别想好，我们给他熬死。我这次超越了自己。我们走。我会保护你。我一手双冰心直接给他打麻，知道吗？直接给他打麻。闪避！完了，倒数第一可能熬不死了，兄弟们。我们走。哎，要我说，这机器人下了得了，没啥用。飓风永存。
行。我们出发吧。对三张。我不玩了，我投了，我打个屁，我不打了。我最后打一把就完事了，今天就这么地儿吧，拉倒吧，我再来一把就完事了。今天就没上过前四，就这费劲，就六七七，你知道吗？